位金眼大的大家晚上好，老师晚上好，吴雄欢迎刚起来的天文书店，周世阳公子吴师尊是为了改变，和老先生五大牺牲，还有我们一手大先生廖扁师的护臂，周前人、傅前人，还有扁师给后学的鞭策指导，那么后学晚上才有机缘的来。跟各位亲人分享幼稚团聚，其实呢，咱以后要做团聚呢，就是就是今日呢，咱今年度呢，开春的第一班。那么当然，其实分享要做团聚呢，我发现说讲压力非常的大吼，因为我发对这经典，我困求咱黄金礼拜当学学学学吼，安尼，卖压力较大，就忧郁症方面安怎吼？阿伯真正做大呀！我今天慈悲啊，咱主逼的好啊，我放下当弃权哈，后学自动放弃，自动放弃。但是呢，输赢不可为呢，伊人甲我一点爱教安尼规矩来行，我是唔敢怠慢啦吼。但是呢，真正阿伯非常的大，因为有做大经，咱明华人在常常来讲的经文足简单哦，愈简单的经文。你找辅助的资料呢，要来再来分享的，会使讲吼，人讲话讲文字愈侪，就愈无法度到心性，而且意境。但是呢，佛法也是爱以文字呢来甲咱各位进行分享哦，爱找足侪本或者道义的册其他版本的解说呢，来甲咱各位进行分享。因为呢，佛法真正在所发现。无法度人体会着咱六祖慧能祖师呢，伊留下一本六祖坛经，伊的真实意，所以只有呢会当闻义解义伊吼。但是在学习的过程有出侪不足，那期盼咱洪经理还有在座的各位讲师都会，浅浅大德会当教我得到建谅。那么我方嘛，各有一个建议啊，应该是由咱这三位领领吼。轮流来分享，为什么讲呢？那是我以前我住伫台湾的，像因阿婆，比方那个叫妈妈，什么时候来？我在想你可以视讯吗？所以我要去上课了，你不要吵我。所以我哪能出国的时阵呢？我才领另外一个分享，是伫即阵就开始训练领着分享。当我出国的时阵呢，咱这领领导会措手不及，就三个领领叫轮流。咱点师洪点师在主笔个122页经文一段嘞，好，那么伫遮嘞，我发搁伫经文一段嘞，甲咱各位先来分享一下吼，搁读一遍。三花鱼脑吼，食乌鱼啊，三鱼贵到。好，食，蛋要蛋白质。所以嘞，蛋白质。好，我搁再一段经文，咱搁读一遍，搁再回味一下吼。因为去年读到今年，搁去读呢，已经有一点仔袂记起。但是伊这经文会使讲无足深啦吼，来读一下，应该咱就搁会当一下印象吼。那么伫这个疑问品吼，气数有文化，地处上见精肃，念阿弥陀佛，愿生西方，请和尚说，得生彼佛，亦愿为破疑。此外，诸君且听。慧能有说：世尊在舍利城中说西方演化经文，分明气处观，就论相说理数有108000，即心中有108000，便是说观。说观为其下经，说经为其上定，即有2种，法无两般。每个有师见有奇迹，必须念佛求生无比，五人自证其心。所以佛言虽比心经，即佛土经，
是鬼道，是阮东方人，但心情即有罪。虽西方人心不净，亦忧天，亦忧天。东方人者罪，两分求心西方；西方人者罪，两分求心何国。那么你这一段呢，咱洪远师呢，把咱做非常精辟的这个讲解。但是伫这个文字解来讲呢，咱一看咱就知影讲，鬼气数其实伊嘛是一个动机者，哦，甲咱金刚经的这思维来讲看，哦，伊就是来问着做非常做事的问题了，也是就是要咱啊以后来修炼的，这兄弟姊妹当更加了解。所以伊才会讲。念阿弥陀佛，观世音菩萨。那么，伫这念阿弥陀佛，其实呢，这佛法讲是讲，伫这一段呢，念阿弥陀佛会当，哦，已经观世音菩萨，这是一个愿望。但是一定会当念观世音菩萨嘛？这阿边呢，咱有做呢，伊就甲维持住破这个疑惑，因为暑假。传道改业，那传道受业改业业哦，这老师的人一定爱替这学生哦破这个改破这个疑问。那么当然有疑必问哦，啊问了就知道答案，这嘛是呢咱啊每一个学道者呢所要具备的一个精神甲态度。所以呢，就做了讲，你注意听哦，我甲你讲哦。那么而且伊讲这个咱。咱世尊呢，伊写为啥？说西方演化经文呢，而且又讲十几、十万佛土，哦，十万佛土呢，会远，啊，一万有三，哎，怎么样？三千，几亿啊？我看看咱袂记起来，三亿的这個，佛土就是中文的了吼，我真没有袂记起，但是呢，咱。那有做伊无安尼，伊无安尼解说，伊用啊俗说的理数来解说，就是伊在俗说。因为众生绝对是照常念力哦，伊会甲咱讲啊有十万八千，那么十万八千里，白者十万八千里，五者呐见人才当者，所以其实修学的哦有白甲五，白者众生五者，就是分的这个差别。我无过哈，应机之机，又无贵贱，对钱之流。所以而且咱啊，六祖呢，甲维持住安尼讲。那么随其心境，即独特境，其实后边伊来讲吼，咱诶自心佛就亲像地性，性是地，心是王，啊王依性地作，迄个后边伊有一只个后边，即伊甲咱解说吼。就是心是地，心是王，王依心地上，因此咱心中诶嘛是像一个净土，两尽虚土，啊，就是咱个啊自性佛所居住诶天官处。所以只要咱天，其实咱天心中有一颗善良诶心，是咱本来爱啊修诶这本分。那么要如何透过改变诶起毛病，互咱诶自性佛会当愈来愈清净诶？这是咱今日对用修道书呢，必须爱修的一个，人讲爱修的一个学问哦。所以讲，不管是东方人啊、西方人哦，安怎修呢？只要你心能够达到清净，拢是还佫有贵性哦，还佫有贵性。所以后壁就是咱今日要学习一些经文哦，咱今日学习的经文。佫再落来就是欢迎不了自信哦，不信心中净土。远东远西，五人在此一般。所以不言，虽所住处并安乐。诸君心地但无不善，西方去处不遥。若怀不善之心，念佛往生难得。哦，伊接来就是讲嘛，伊就甲咱玉祖云祖师呢，伊就甲维持住甲所有伊家己啊啊听到的人来做一个解答。欢愉，欢愉就是欢呼，甲。有病的人，有夫妻的人呢，只要无法度人了自信，啊，就是讲无法度人识透咱的自信本呢，其实咱有一个心中的净土，哦，咱心中的有一个净土，啊，就是讲咱的自信本，哦，那么愿东愿西，
一念心即天道，一念佛即天下。所以即个广东广西呢，咱若捌听过啊，就会先甲人讲一个故事哦。啊，一个爸爸回去，啊，因后生请哦一个法师咧要来赎金哦，啊，就听讲介绍对不对？怎样会当讲西方极乐所在？后生讲快些回家去验啦吼，验两秒准备秒。啊，这八秒人呢，这师傅安怎念？念念念念念，但是伊囝注意听，注意听吼、哦。啊，听到尾讲啊，班官呢，这是佛菩萨当来，这个某某人呢，吼、哦，接引东方的世界。啊，这伊囝奇怪，应该就是讲，明明是西方极乐世界，为什么他这个师傅他来念去东方的世界？哦，所以呢，伊就疑问问问这个法师，这个法师讲，因为你头家还家吼。啊，所以呢，会当念较淡薄。那么，这个囝来过来讲，啊，你无，这囝有两秒就保护你吼。啊，请你会当给我放呢，上紧解错去西方极乐所在。哦，那么伊就搁念啊，念着念去西方，我念着两秒就保啊吼，愿往西方极乐所在。啊，这个时阵呢，这是笑话啦吼，这个时阵呢，倒伊棺材内后边，甲会跳出来。哦，听讲这是笑话，说。伊跳出来，伊讲啊，这个囡仔吼，哎、哦，咱讲道理，袂使讲歹话，咱若无人好话讲，啊，你这死囡仔，为着要省两秒哩，你让恁老爸明仔走去东方，明仔走去西方，安尼远东远西，啊，这就是呢，凡夫甲无耻的众生呢，哦，苦逼的一个啊，悲哀的所在。那么你这远东远西，其实这是佛法的现象。我发达到这个时阵，哎，较受影。当咱地脉的时阵，发脾气的时阵，就是地甲这个东方的这个环境。但是等到咱这样发心来是烦恼的时阵，去咧度人的时阵，迄阵的发心，哦，原来咱今日啊，成功了愿，成功立德，咱就会当啊，求上天慈悲呢，互咱真正会当等于个老母娘，会离咧净土。搁再修嘛，不要紧啊，上少会当等到明年前到内院咧再修再练。所以而且其实一个有体悟的人，真正有开悟的人咧，伊是虽说住处偏安乐的吼，书本修得，但不屑西方去住的。哦，五只一部车，八只十万八千里哦，所以讲其实。那心怀不贤之心的念佛功深难得，何况阿边来跟咱分享念佛的一些，大概或许了解的一些啊、哦，看到的一些道义的书呢，来跟各位的分享。所以呢，阿边咱有做一个功，尽管是必须先读是恶，接便是万。只要你当个是恶业除掉，咱拢知影是恶业嘛吼，除掉你就惊十万里。后壁叫做八邪，啊，就是八正道的反面哦。所以讲，你着过八性，知道无？所以念念出性，常行平吉，这就是重点。念念真念金念火念念念相续，你真正有法度让当下心当哦，常行平吉，道如大智。啊，大智呢？那一山目前人在讲的这一段智，要搁偌济山啊？哦，佛法刚刚。佛法无来研究到遐，单只就是咧读一个，会使讲分秒之间尔，会使讲非常紧，你着看多人看，看到弥陀净土哦。伊只书本就是归气数啊，但愿实现何殊净观功心。只要你着心做实行了，常行实现天道变气，就免搁伫遐哦。我搁下一个话，要往生弥陀净土。啊！你若不断是无之心，何佛即来名声？因为佛菩萨哦，伊是无私心的。啊，什么人伊会当辅助什么人？上天无私，归业是福，绝对是帮助有结缘的人。为什么讲咱的财富，你若无结缘袂了？好业会过三代，善嘛善会过三代。只要你咧行功，会着有咧造业哦。啊，咱。要善到三代啊，上少还阁会当讲安居乐业，莫讲做好业啦吼，讲王明显做囝，迄忝。若只吼无我选择，无我有咧拍
个人吼，对我选择，我已经无爱是互王永庆做囝，嘛无爱互郭台铭做囝。哦，希望咱安尼平平安安落地呢，会使讲非常人生最大最大诶福报。哦，所以呢，伊搁会讲，不断是互人生福报，即个名声，祝我无心顿悟。因此，咱今日受灵受意志，培养天道应世，会当求着先天大德圣意真传，叫做无心的顿悟，一起变成变成成佛。哦，咱的灵性真正会当超生死发轮回，啊，咱即个去化缘呢。我发觉到这李老师呢，因为李老师已经离婚等过来年了嘛，当然我发嘛是呢，所以机会搁来鼓励讲吼，因为伊那有去依赖，哦，啊，我发到。咱傅先生伫内底咧宣传咱林老师甲咱迄个林太太的时阵呢，我发着甲咱即个李老师伫外口，讲李老师，今年八月份吼，旧年无穿到阮今年有呢，啊，咱敢会把握即个机会吼，咱来穿它。伊甲我讲吼，伊家境呢，都对即个佛法无信心，啊，三日说超生死发到落去嘛，哦，啊，即道理呢，伊个。无讲足有信心，我李老师，啊，你一个知识分子，你今日去大听道理听这么久啊，你唔知影今日道经、秘经、天明经会当咱超生死发轮回，你无信心。伊讲伊无信心，那后续就说好，那也是随顺因缘嘛，因为这知识分子你今日啊，你讲个都没完没了了，先讲不边。边讲先吼，那你即个伊也伊甲我讲，咱咧讲的道理，道真理真天命真，伊翻过英文完全拢无法。我讲，迄个李老师，那叫西方的文化，咱今日研究的是中国五千几年的传统文化，你袂当啊，迄个穿凿附会，我用英文的解释，咱甲翻过，哎，爱讲吼，伊要学三宝的英文。哦，就是用英文解释三宝，啊，我甲讲好，哦，所以我方呢，啊，拄仔迄间跟佩仪老师，因为我方甲咱直接课呢，伊讲要爱找佩仪，所以我佩仪老师好，拄仔间跟佩仪老师真正上天最好，我请佩仪老师来传过予你啊，伊本来讲今仔有认定的吼，像咱迄个三宝的影印的迄纸板纸本尔。但是后来呢，又甲永汉，我讲车甲永汉啊，讲师特应该关注起讲永汉遐有电视档。那裴老师嘛，甲迄个电视档来传过予咱李老师哦，伊也无咧拿手机啊啦，啊也无来，啊唔知要讲吼，啊你安怎学咯？你爱学偌久？啊所以呢，我发甲简老师讲，简老师，你爱来督促者。啊，嘛主要通过都无学吼，啊，就无采吼，咱透过这个一个关去找到这个英文的三宝。当然，伊英文非常的好，因为咱有一单去外面，啊，拄啊都碰到咧，迄个国家英文其实做好讲，虽然是建筑系的吼，但是他的英文学得非常好，所以伊在做沟通。啊，但是到尾啊，这个。现在我哋沟通啊，会有这段呢，嘛要留到啦，有去咱个堂前讲，哦，啊嘛种一个菩提种子呀。所以呢，无心顿法，你见西方只在刹那，一切见性见性成佛。啊，如果咱若无真正咧不悟咧，我大人真正啊，体悟道经、秘经、天命经咧，逐天咧念佛，也是一个作用咧，因为迄是究竟法。不修德，我感觉讲念佛不修德，但是它不是究竟法哦。所以后壁慧能五祖呢，伊西方如差的，目前白见各国皆空。那么你这佛法要行一段呢，是爱看后壁的127页哦，127页，伊这内容呢，就是要甲西方的哦，移到因的眼前文了解。那么是这样的，咱如果看后边经文就了解了吼，拢是有体达用的这功夫。只要你能体达用，那么天道变现在咱的眼前。你若如果讲啊，经体但是你不要达用，哦，都经历经天命经，可是呢，咱无一个真心来修办道，那么你要体的天道是无可能。哦，
虽然昨天亲像咱即间来啊，学校奉咱福建人的兵呢，啊安排了即间五天全省的这风景的行程呢，都先前提上，咱阮的肉体敢会听，我毋知影处长是不是较勇啊？哎，之前甲政府处长伊在较少年哦，何况哦，等来拜到大家当分组伴，对不对？礼拜嘛袂当分组伴，礼拜就袂当去接迄个，咱台中的唐娇芳来上这四年教育班的，何况五点半都要爬起来吼，啊，搁来准备早顿，互咱徐太太食。我甲我江坛主讲，我拜一吼，你拢莫甲我叫哦，我十一点要去遐尿，啊拜一。哎，我困了足饱足饱足饱，所以我下拜困到八点，江坛主起开门讲奇怪，啊，起来看麦，阮曾树林唔知道安怎就对了，啊，你起困到这吼，我讲吼，难得半个月睡到自然醒吼，刚开始准备去厝边，啊，无一个头壳就是唔够重的，安尼模模标标，所以呢，而且我下感受讲，虽然肉体伊是痛，可是个呢。内在会使讲是反复循环，因为你只要咱常常咧学习的，就讲喙若开，啊那耳听就大对；啊那脚若行咧，耳听就散掉。所以透过这个吼的风清咧，啊虽然讲是安尼行一点，可是啊应该也有所收获吼，也有所收获，这是我的感受啦。那么好话再来呢，就要跟咱各位姐妹来分享。这一段经文呢，大概好话啊，随着一些资料跟好话体会，来跟咱各位姐妹分享。那么当然，咱普通哦，过去安阳期，阿恁起码是到北洋天的应水的一年，哦，咱以前拢念阿弥陀佛，咱即阵去佛岛，也是讲哦阿弥陀佛，也是叫惊的，也是阿弥陀佛。以咱五年之间呢。无法度人摄到天机哦。那么，而且咱佛说阿弥陀佛经呢，伊安尼讲，伊甲咱佛陀甲写了讲，就有摄人住摄如来闻说阿弥陀佛集思念号，就一日、两日、三日、四日、五日、六日、七日，念这么侪日哦，这是一个代表数字之一，重点是一心不乱。所以讲，伫净土宗内底，以一心念佛就可以往生净土。那这个一心就是没有二心，一定要念到一心不乱。依然念念中时，阿弥陀佛甲诸圣众，现在提前四念中时，心不颠倒。所以讲，其实，伊人不管咱是修对一个宗的宗教，哦，对一个法门。我感受讲，咱到最后要回去，迄个刹那的心念，是不是有法度让清净无颠倒？这才是咱一世人修行的一个目标。因为你若我成功业绩偌济，但是到最后，搁伫遐颠倒妄想，那么咱这个心念，咱回去是这个心念尔，是咱的灵性回去尔。哦，所以讲到心不颠倒，即个到对咱的往生阿弥陀佛净土。因此话啊，咱佛教徒咧，大部分一人往生去了，拢会伫遐一直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直念，就是像咧水顶念佛安尼，一直念无南无阿弥陀佛，互伊当下的这个妄想咧，本来会当啊一心不乱，真正会当转去到弥勒净土，到阿弥陀佛的净土的国土。所以咧，普通拢会念阿弥陀佛，哦，拢会念阿弥陀佛。搁较近嘞，我看人惊着，我咪讲哦，阿弥陀佛，哦，阿弥陀佛。所以这是我跟咱分享。那么你大无破相论来讲，上知无量，上因甲量因。那么你这个量，伊是要一个靠，哦，就是金下东下心东的这个念头。所以咱默念真经，哦，咱的第二部咱是默念真经。一手玄关，默念真经，手抱合同，哦，伊个意力是无同款个，在嘴或上，就是你有念出声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叫做上经。那么在心或念，就是讲像咱舌搭天桥，咱个默念咱个五字真经，咱这叫做动下个这念，动下心个动下心当个念，
承担的这个业力。那所以呢，量从心起哦，你安尼量动下心，动下心量就是为心起，名为觉行之门。所以咱的五义真经，伊的能量会使讲非常强，啊，这是也、是佛法的体会。因为佛法心情无好的时阵，就是舌大天巧，莫昧真心嘛吼。啊，我甲我老公冤家的时阵，佛法就是真正是迄个二，迄个第二宝，一定爱用吼。相在口中，这是人生之相。他还是落去相说吼，就像求你终无时处，因为不是究竟，但是伊是正觉吼，伊、是正觉。因为呢，你爱顿悟，但是呢，书爱讲书，有些透过上经吼，嘛会当互咱个清净，互咱个心灵会当清净。所以，咱来互我来甲咱分享吼、那么，伫达摩破相论。有人问咱，但无呢？祖师会讲，啊，这经文讲到至心念佛，必得往生西方净土。经文安尼讲，所以呢，注意我问至应成佛，何解关心？为虾米爱去讲看咱这个心，咱的脾气毛病，哦，咱这色心，因为普通咱拢以色心作用嘛，不会当真正用咱的脾气心、本心作用非常少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才跟你说，啊，就这样念佛弥陀佛就好了，我们就关心，哦，求你解脱。那么呢，咱淡薄做水说，无念不假，当思正念，了义为正，一定要了解咱念经的这真实义，哦，文字般若，来到观照般若，达到实相般若，因为咱只有跟普通人达到观照般若。魔法没有办法能够一以归去、那么不了一归去，你若无了解伊，是你逐工里面念着亲像迄个，人讲迄叫啥物鸟啊，哦，莺歌，哦，你甲教啥伊就讲啥。正念必定往生，只要你有正念，你就当往生。邪念温和打避，哦，啊，佫有邪念，啊，佫有啊，不是一心不乱，还有恶心的时候，就真正袂当达到境界。所以也是要立心第一，上经一定是要达到立心第一。那么念佛有个自性佛，上经有缘无自经，念字上字上不过包你定波上天堂。哦，这是咱佛啊，《弥陀经》内底所写的一段话。其实咱咧念佛，咱默念无字真经的时阵，咱个建议哦，有个顿悟的法门。咱就了解讲，哎，念着无字真经的时候，咱就知影讲咱有一个自性佛。那么在上经的过程，咱有一部无字真经，叫做《量心经》。念字上字上不过包你念波上天堂。所以呢，这是咱好好介绍跟咱分享。那么呢，这伊甲咱讲的这虽说住处行安乐的这句话，这是佛法的体会。一早呢，我爸妈爸跟你讲过，心啊，他你就无烦恼出来。那么你无用功哦，你就无烦恼出来，你就免烦恼讲啊，我去百货公司看这件衫，爱偌济钱，但是我那底也无遐尼济现金，啊，存款嘛无遐尼济，哦，你要刷卡嘛无遐济钱的时阵呢，你就无烦恼，因为咱无烫这件衫，一定爱穿这件衫才会使。哦，无这个用功，无开一定爱开面具才会使。可能从阮娘今日开迄台用过，阁是小机淘汰，阁是嘛，甲阮四三个搭一个，啊，阁咱娘娘来上台上课，是毋是安尼？我是讲奇怪，我伫个等头十分钟，他毋是咱王经理的车，那伊这台来干对？哦，他说家长啊问着来，有看到人，啊无互我阁毋敢上车，啊，所以。需要咱淡薄毅力，爱咱安怎练精力完。所以心啊，通你心得定啊。哦，你先讲你必须心里列讲要紧的，你就来想。迄个用功是所牵引，阿边就甲咱解说。所以当下咱就袂伫地家人诶，哦，啊无你有烦恼时，你该伫地家会啊，因为你有所求，心灵即无环境的说法。只要一顶门城倒了，你困会去哦？敢爱一顶100万的人城？唔免，是毋是安尼？
啊，阮江明宝怎啊常常交咱个张清姐咧拍球啊？啊，伊就甲阮明宝讲吼，你较好招恁太太来拍球啊！你四年以前就做会晓拍球，即摆还无回来运动。啊，互我甲讲吼，甲阮江明宝常常招伊，伊搁等着阮同学戴敏章。哎，戴敏，你看，明年你也是去戴敏章咯？哎，戴敏章即摆我那等下咧过问爸爸妈妈，所以伊本来。师大咧教物理嘛，师范大学师大附中咧教物理，伊即马等下在磨刀，咧顾爸爸妈妈，所以伊才会去遐拍球。哎，就拄着，但唔见曾树林来啊，啊，叫我咪看了吼，伊就上我的相片互伊看咧，伊讲，啊，伊奈拢无变啊，即马来吼，我只咪抱，奈来翕一张相片，下等下我看。吼，哎，大台北的吼，哎，真正。非常幸运，你真看到戴明章，你做你袂生气。因为咱食菜就是有一项歹处，叫做老话，对不对？哦，咱叫做少年，真正伊家族老话啦。我讲阿姨咧运动为虾米？安尼我讲关明宝讲，我哪会知？伊现在即摆是伊妈妈，是妈妈是小小姑姑。哦，啊，但是伊往哪有咧拍乒乓啦？吼，伊即摆哪去文学二遐拍去？所以我好感谢讲。不管咱住伫叨一个所在，虽说处处平安咯，可是吼、哦，这个意境不是遐简单嘞。之前我真歹嘞，甲咱丽敏啊，哦，徐太太啊，丽敏，我叫咱小戴去，因遐是对啊，因迄落仙柳吼，仙柳啊，伊的迄落婆家是住伫什么镇啊？迄落以前你唔知。啊，因为伊可能是甲咱住伫经泉州啊，所以去到因家，迄厝间是臭苦。哦，迄叫阮三，因那边是拢庙啊，伊在过楼卡无要倒，阮三个困伫伊个新娘房迄边边上，就是古早时代迄条吼，人咧娶新娘，古早时代迄边上了，好汉吼，迄边完全无法度人困，但是咱内面呢。笑上去，困到半夜。我真个足受气，我甲徐太太两个困袂去，我两个要翻来覆去。啊，今我了同齐，经理，你怎么睡得着啦？伊讲，经理，你爱叫做混的。为什么讲我爱叫做混的？因为我发我到随所住住平安路，平素也袂习惯，冰城臭铺也困袂去。哦，我是会真正哦，啊，但是咱袂变的。那叫做水手自处，银行到真正厉害，我真正很赞他。迄个咱迄个徐厂长讲过，一定真正厉害，教官。哦，伊讲伊用三个单油棍尔，我做出来外口碰伊遐侪，碰伊遐侪叫做光。哦，所以这心你心康叫我都无玩那个将来，安尼心肝会康？你臭扑鼻，你个穿鼻个臭扑鼻，口罩挂咧都袂穿开。所以，而且呢，这是我发的体会啊。要大家随所住处平安乐，这是咱今日爱要修的一个课题。那么，而且我发依然为信仰安平，要跟咱分享一单数一飘逸哦。